聂卫英介绍的非常简单的可调式配格的制作，塑胶片颜色随便，从侧面挖一个洞，钥匙环穿过去，可以调上调下，调上距离长了就比较弱了，往下调距离短了还可以往上调，调得很短很强，侧面的任意一边可以贴上装饰啊、涂鸦、贴相片的签名啊，反面可以加个魔鬼毡，贴在吉他上面当装饰。